孙祥清一生下来就左手残缺，走在路上常吓到人，甚至射来异样的眼光。哎呀，那个人少一只手哎！然后小时候我就会很害怕，然后就会躲在爸爸妈妈后面。对啊，有时候就躲在后面哭啊。我会自己自残，把头发啃手指，啃到没有指甲，跑流血。然后记得那小时候我有去看过心理医生。上了小学，同学骂詹祥清断手，还拿他的一只来玩。他自卑又不服输，在团体里常常发生冲突。我假手好像也没什么功用，他当武器很好用，每次抽出来尚方宝剑在此，嘿，拿去跟人家打架都没打输过。其实我自己的老师他们也觉得很头痛，对，会把我视为就是很像那头号通缉犯那种概念，对，然后可能位置啊也会把我可以安排最边边角落。詹祥清说，天天带着一只好不舒服，但那时的他实在没有勇气接受自身的残缺。那感觉就是一个夏天大热，有一百捆胶带把它捆起来，再用暖气这样吹。所以他以前他的手都常是红彤彤，会白白皱皱，然后又会发臭啊之类的。直到上了国中的某一天，他在教会里遇见了一个学妹。当下我很紧张，马上那个脑子回想二三年级那吓到人家那个画面就浮上来了。我很怕我假手脱下来会被吓到他，他就鼓励我把那个假手脱下来。然后那时候我脱下来那场，他就说好可爱哦，对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从小到大没有人他用一个正面的眼光去称赞过我的这个鸡腿脚手，开始就告诉自己说好，我应该也是可以说不戴假手就走出门，不然以前我从来没有戴假手出门过。身障者大多不擅长运动，但是詹祥清刻意读体育系，专攻游泳。他考上了9张游泳教练的证照，得过不少金牌，还取得了街头艺人的证照，四处表演开唱。我也想要像史密特牧师一样，让人家对我的生命是就哇赞叹了，而不是同情。但是我慢慢的去领悟到说，因为我的身体的不一样，让我可能或许在我这几年当中，因为我走出来了，我可以开始用我的力量去帮助一些可能跟我一样的人。阿祖当公啊，哦咦嘿，阿公公抬泪珠，喵啊喵，阿公公吹牛，该溜。